在哪里呀？我找不到你了。原来你在这里呀，找到你了。你是谁呀？为什么要跟着我？我是来自未来的陆萌。那你来这儿干嘛呀？我来参加2019年五四晚会呀。那你都会什么呀？有什么特长吗？我会自主跟随 AI 编程，还会拍照拍视频哦，是你的生活小萌宠。那你就展示一下吧。好的呀。